该有的气势不能少，近百位国大代表力挺外，侯友宜拉近与蓝军距离，前总统马英九现身相挺。赖清林、赖品妤妇女的有关这个再生能源的这些问题啊，将来绝对不能够容许有这种状况的政党再继续下去。大家说对不对？跟上时事，当起攻击手，当然也要给侯友宜增信心。我们大陆政策啊，要是不统、不独、不武，这是非常正确的啊。那能源政策呢，也应该能源多元化，都是非常正确的。维持现状，是在我们马总统执政那一段时间，才叫做维持现状。两人一搭一唱，大谈两岸和平。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助攻，贪腐猖獗、弊案丛生的社会，我们就是需要侯友宜这种有魄力、富有正义感的领导者。这气势如虹，台下也给赞。只是除了要整合蓝军团结，另一个烫手山芋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似乎已悄悄联系上。有沟通的管道，面对面多多沟通吧，都有直接的管道。先是停顿了三秒，侯友宜语带保留，再也合作有谱吗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化解一切可以化解的争议，大家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，不要让民进党放鞭炮的事情。在野三人能否喝咖啡聊一聊，各阵营没把话说死，保留空间。 TVB 新闻刘一俊、林轩台北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